哟，你搞那么激烈的吗？啊？大家听，好棒呀！哎呀，好听呀！弟弟是男的，不能听短的，你这乱来的你啊！干嘛挡住弟弟？不让弟弟看电视？啊？你干嘛挡住弟弟？你看我不带你们两个了吧？哎呦呦呦呦，你怎么干的？怎么没来？等一下，弟弟看动画片。那你来靠这里，靠叔的家这里，靠叔的家这里啊，靠这里，靠这里。哎，人家弟弟打你吧，人家弟弟打什么？打啥？弟弟亲你了。弟弟亲你呢，弟弟亲你呢，不能亲嘴巴，两个男的不能亲嘴巴，男的不能亲嘴巴，亲脸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你哪里？啊？叫喂，叫，人家用笔很粗鲁的叫，我叫喂，也叫啊叫喂，叫喂，哎，叫喂，干嘛不叫？叫什么？他也叫了吗？他也会叫吗？他也叫啊，他也是在跟他一起叫。你也叫我了，你也叫阿娇了，嗯，不是叫阿姨啊，流鼻涕了我，嗯。怎么流鼻涕了我？叫猪，我看还有没有？有，还有，叫猪的，叫猪的，带妇女们去。什么叫妇女？这么大个美女在这里，你说这种话容易癌症，知道不？去捞捞捞捞，嗯，去捞捞。姐做副，阿娇之前做副驾是不是？阿娇。他说这家有三个帅哥，我。你三个帅哥怎么了呀？今天特意带个你过来看一下。三个都没结婚吗？是让我过来挑一下。对。是意思吗？差不多。怪，那你跟着干啥？那我不开车，这种路窄窄的，你。我也会开啊。你进不来，这种路窄窄的。我进不来，我进不来，他技术还很好啊。我来帮你把把关嘛。过来干啥？帮把关。不用，我们女人眼光就好了。男人肯定要懂男人一点嘛，是不是？嗯，看一下，这个家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来。哎呀，默默。哎呀。妈。哎，不在家呀？我们陪他们几个妇女啊，出来找爱，就是说出来找爱，缺爱，嗯，他们说缺爱，你缺不缺爱？缺不缺？嗯，陪他们出来捞菜园，找爱，然后缺爱的他们，这边，那边，这边呢？你们缺爱不？啊？缺爱不？那个说出来找爱，那是艾草的艾，一个音的吗？真的，那么老的爱你也要，最起码有60岁了。是啊，比我还老哎。你还要干啥？找年轻一点的吗？对啊，找年轻一点的。谁劝你了？回来我问他。哎呀，他。那个艾乐还老了，最起码有50-60岁了，他也要。那我说你要干啥？找年轻一点的。不是老的才有嚼头，我要捡回来。
你这进来，你是不是等他？老子才香是吧？老子才有嚼头。我们来了。那敏哥说那边有，我们过去吧。敏哥，你那边的爱有多老了？这里呢，可能是那种有40岁这种。他那个尖尖就好了，没事哎，多放点糖就行了。那要那个尖尖的。这个我加一点25岁的。那里找得到吗？那这不是吗？你给我掐在这里。你看这里18岁的这个，好了，你是不是没戴眼镜？60岁，你说是18岁的？这个人真的是很讨厌，为什么一定要讨厌？就不能装糊涂一点吗？不能糊涂，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明白。不能糊涂，哦，这好，不要要装糊涂，要不要叫阿叔，叫阿叔，要不要摘这种回去？两只就摘回，这个应该还没发酵。阿朱，快点，你看他在看你，送不送？叫阿朱来。阿朱，朱，啊，说你们闹归闹，别拿我开玩笑。没有爱的。这世上这个村没有爱的。阿珍专门带来找这种50岁的，你看。50岁的有的不错，有的不错了。狂呀呀！比我还老。不要嫌弃，其实我们也老了。老一点。那你看这种的，全部摘了是尾巴了。你们要点尾了。多放点糯米粉就 OK 了吗？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够了，回去了，不要太多爱，太多爱，等下被宠坏了。要多一点，他都没有。没被宠坏了，等下也不好。爱太多也不行，偶尔要骂一下的。我看一下可以吗？哇，你好开心哦！哟，你好开心哦！叫我爸啊！叫我爸！出来捞，你这么开心啊！来，叫我爸。老实吧。哎呦，哎，说大家好，啊，大家好，呵呵想一下是不是？大家好，我是小黄总。你又跑到后面去啊？啊，又跑了，你又跑到后面去了。